就感觉他战胜了，所以最后是真的要保持着正向继续，不是正向的状态去救贝的感觉吧？就他先克服了他自己，然后要接着要克服贝的东西。哦，魔力，铭记。想起了凯的话语，朋友嘛，就应该互帮互助。Pratt 整理了自己的思绪。天哪！哦，莫莉捧了 Brett 一刀，快板攻击三次。哦，我要真的打了吗？我是用小提琴打吗？感觉这边打输了就会是 bad end，可能是这样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嘿嘿。哦，梦里没有屈服。这边应该不会输的吧？这个技能有点难输。希望你能在新家过上平静的生活，总之就会开开心心。该重打吧，但是这个技能有点难，有点难死掉。带来那么多痛苦，但你却无动于衷，所以你一无所获。整理着自己的思绪。你的朋友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，他们会像你当初抛弃他们一样抛弃你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自作自受。欧盟里没有屈服，又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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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世峰又来了，你说服自己。你只是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，但自私才是你的真面目。你不过是不想让别人依靠你罢了。你何时考虑过他人？你还要让别人照顾你多久？你说你关心他们，但你就是个骗子。你从来没有为任何人做过任何事，你真没用，一无是处，令人作呕。
你会想起英雄的承诺。那个时候，明明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彼此陪伴，大家却选择了分道扬镳。这一次，我们不能再犯相同的错误了。像你这样的人不配活在世上。像你这样的人不配活在世上。我魔力没有屈服。天哪，后面是什么东西啦？你的朋友都错看错你了，他们爱的那个人根本不是真正的你，你蒙骗了他们，以此来保护自己。骷髅，好像是哦，那是鬼脸的那种感觉。你想起了贝瑟尔的期望。有被射了，或许有一天一切都能回到原来的样子。你除了骗人什么都不会，等他们知道真相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恨你，就如同你恨自己一样。一旦他们知晓了真相，就永远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做什么都没有意义，你做什么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你还不如干脆死了算了。好像吉英克斯的骷髅猴子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你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别吧，别吧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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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我剩一点点了，剩一点点了，打好了，打好了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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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该屈服了吧？你该屈服了吧？他不会屈服。灵气，你会想起玛丽的请求，你一定能够原谅自己的，对吧 ，Brett？ 还是要就是把玛丽回想起来才行。你杀了玛丽。他爱你，而你杀了他。他伤害超高的耶！哎，我开始害怕。完了完了，开始害怕了。不要，他伤害好高。而且这个配乐是怎么会？英雄爱他，而你杀了他。你会想起玛丽的请求，你一定能够原谅自己的，对吧 ，Brett？ 奥布里爱他，而你杀了他。天哪，这个配乐好强哦，但是好恶心。凯爱他，而你杀了他。
好险你有播歌，好吵，这真的蛮吵的。哦，好险好险，是用刺的，痛的还好，痛的不痛，痛的不痛。太热了。OK。天哪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害怕到没有办法攻击。呀！你爱拉的，我是不是绝对会输啊？冷静不下来哎、欸。所以前面的背景音乐是什么？啊？没有杂音啊。欸，我冷静不下来欸。好像没有办法。我要 bad end 了吗？你就该去死。这个是不是打不赢啊？我后面一直太害怕，根本没有办法哎、欸。哈？不是，我这有几段攻击，我是要打到什么时候？这为什么没有再试一次？哈？当然要继续啊，你洗呗。哦，我是 bad end 了吗？这是 bad end 的继续吗？铭记不能用啊，你害怕的时候就不能用了、啊，你害怕的时候就只能冷静啊。还是就是哦 ，OK OK。啊，这是剧情那个剧情的那个必经吧？那 Game Over 应该是故意的。他的肚肚，你比较喜欢刚刚的背景音乐哈？溺水的时候，玛丽把他救起来的时候，窗帘就是琴房的窗帘，然后还有放那个蚕友他头发坏掉的小提琴跟沾血的乐谱的玩具箱。不过真的好请问，是，哎，这个身高差怎么回事？哦，是因为 Omoli 是那时候被
有点像是被困住的他的不安吧。二楼摔到一楼不会死，就算有撞到头，应该撞到头可能会死掉。撞到头是可能会死掉，如果撞得很刚好的话。而且他们的楼梯看起来真的蛮长，他们家不是偏有钱吗？下台鞠躬。嗯，好吧。吐槽点，你吐槽点要抓住的话就没完了。你说公，我觉得公司他们俩虽然才12岁，他们俩才12岁，但是还要伪装成自杀，也太，不知道，我说不上来。就并不是很，他们两个会这样做决定，我刚才就已经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他为什么醒过来？是因为他跟贝在那边互捅吗？喝水，好的，好像剩一滴滴了。真的剩一滴滴，会不会当身上不会就医，终究只是游戏啊？对，我在医院醒来。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噪点。你觉得年轻的时候会怕伪装成自杀？就贝瑟这两个，就这两个角色而言，这两个我就觉得可能是贝瑟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主角不会做这个决定。可能是贝瑟做这个决定。这是让我要选要往哪一条路走的意思吗？我想要走这条，请选择。想想应该是 bad end。他摇头哎、欸，他摇头，我不能走上面哎、欸。现实的情况，那有点像是上面有点回到，反而是归回过去吧。就是有些事我要告诉你们，讲出来了，讲出来了。结束了。那个异世界嘞，还是是 DLC？What the fuck？异世界嘞，那异世界的那个问号地图嘞？
这个 ending 很日式正向 ending， 然后这个片尾也很像。还是其实应该可以，就直接应该有办法直接去那个沙漠，但是我没去这样。但是他那个他异世界的缺点真的就是中间太麻烦，那个打怪之类的，就打怪太多了，太拖了，所以就打 boss 很好玩，但是打小怪超无聊。所以说那个 Bane 呢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们等 credit 之后吧，看一下。成就解除锁定，哎、欸，我是好的结局，我拿到好结局了。哦，背的部分，哦，茉莉笑出来了，他们两个是互相残杀了一阵，是不是？一定是吧，打成这样子。我这个这整个游戏真的写得不错，我最后悔就是我把那个猫给杀了，就这个，就哦，变彩色的，主角克服了。因为主要出事的毕竟是主角，贝其实算是也是有点像帮凶啦，但是因为他帮我抬尸体的时候。